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原创独家出品不朽凡人，作者俄式老五，播讲小编 C 烟水笑。第901章，有人不服。莫无忌一样想去神域朝孵化的地方看看，哪怕他有108条脉络，在天凡宗修炼更是有顶级的神灵性，但是他想短时间内跨过玉神也并不可能。都说神域朝孵化之后会有顶级的宝物出现，莫无忌自然不会错过这种机会。宗主放心，三日后我必定准时和宗门弟子一道前往神域朝。莫无忌毫不犹豫地说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也准备一下。师素站了起来，他对莫无忌还是颇为满意的。正如师父所说，莫无忌除了资质差一些之外，秉性和能力都很好，资质差应该是灵根转化的时候出了问题。三天后，莫无忌带着苦菜来到宗门广场的时候，这里已经停了一艘巨大的飞船，比起当初违界带他们来宗门的飞船可要气派十数倍了。广场上至少有数百人，除了寥寥十数人外，大多数的莫无忌都不认识。无忌，你怎么把苦菜也带来了？师素也在广场上，他看见了跟在莫无忌身后的苦菜，急忙过来询问。莫无忌连忙小声说，宗主，苦菜已经晋级御神境了，他进入御神境后再也测试不出黑暗灵根了。莫无忌也是心中感慨，他108条脉络修炼已经算是非常快了，从修真界到仙界，他还真没看见几个修炼速度与他比肩的。当初的慕容香羽之所以修炼速度比他快，应该是慕容香羽那几张洛书有个时间加速事件，否则的话，莫无忌肯定慕容香羽的修炼速度一定比不上他。但是苦菜的修炼速度是真的快，短短半年时间，苦菜不但将所有原力的黑暗属性隐藏，而且还从先帝圆满再进一步晋级到了御神之境。苦菜此时已经是御神一层圆满，而莫无忌则不过是刚刚御神一层稳固罢了。啊，真的？师素十分激动，接着就传来了庞杰师祖的话。无忌，苦菜居然在御神境便隐匿了黑暗灵根，这件事情可不能作假，一旦出现问题，我天凡宗可就被人抓到了画柄。莫无忌走到庞杰身前躬身施礼，师祖，的确是真的。庞杰点点头对苦菜说，你和我一道去飞船测试一下。是，师祖。苦菜躬身应道。等庞杰将苦菜带走，师素也将莫无忌带到了众多弟子面前。这是我天凡宗外事殿殿主莫无忌，居住在凡人峰，也是这次我天凡宗去神域朝的大弟子。正如莫无忌不认识这些弟子一样，这里的弟子能认识莫无忌的也只有寥寥十几个而已。除了那些认识莫无忌的弟子表示欢迎之外，其他的弟子更像是象征性地表达了欢迎。很显然，在大家看来，莫无忌周身灵运不显，应该是靠着关系才能成为外事殿殿主。宗主，这次我们天凡宗这么多弟子过去了。莫无忌看着广场上的数百弟子，也是颇为惊讶。师素苦笑，这次过去的是49个弟子，如果加上苦菜，那就是50个弟子。我天凡宗刚刚启宗，虽说也招收了些资质不错的弟子进来，但时日毕竟尚短，恐怕很难在神域朝孵化的争夺中占到便宜。都知道神域朝的重要，然而神域朝的争夺并不是靠一个神王就能解决问题。莫无忌看了一下，这里的弟子御神八层九层都有一些，但莫无忌能够理解师祖的无奈，这些御神八九层的弟子显然不是在天凡宗修炼的，
就如阴灵和翟不同一样，他们进宗的时候就是御神七层。这种实力看起来在御神境还不错，可一旦和那些大宗门的天才弟子比起来，根本就不够看的。很快，维界带来了师祖的口谕，所有前往神域朝的弟子可以上船了。这次天凡宗带队的应该说是三个人，除了庞杰还有莫无忌之外，再就是维界长老。师宿宗主和其他几名长老不过是来相送而已。莫无忌上船后，苦菜也回来了，他的面色很是欣喜，很显然师祖测试了一下他的资质，他的黑暗灵根的确是测试不到了。50名弟子除了莫无忌和苦菜之外，阴灵和翟不同也在其中，这更让莫无忌觉得天凡宗这个宗门还是颇有人情的。论起实力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阴灵和翟不同二人前往神域朝，他还算是办事能力不错，勉强可以跟随队伍，甚至还能弄个大弟子当当。现在不但是他和阴灵翟不同，连苦菜也可以跟随一道过来了。飞船启动之后，维界直接将所有参与神域朝的弟子全部叫了过来。维界本就是个神棍式的人物，除了莫无忌几人之外，还真没几个弟子知道他的底细。对其他的弟子来说，唯一能知道的就是维界是宗门长老，而且还是资格很老的那种长老。所以在维界面前，一众弟子表现得都颇为规矩。维界满脸严肃地点点头，你们是幸运的，没有哪个宗门去神域朝还有神王强者陪伴，而你们有，这可是一等一的幸运和骄傲。维界果然有神棍潜质，仅仅一句幸运就让这里的弟子生出一种自豪感来。维界很满意的点点头，从现在开始，莫无忌就是你们的大师兄，一切事宜可禀报给莫无忌，如果无忌无法处理的，我会出来为你们处理。好了，这里前往神域朝加上传送还有几个月的路程，大家可以先各自休息。说完之后，维界丝毫不负责任地一挥手，直接进入内舱享受师祖待遇去了。一些修为略低性情温和的弟子纷纷过来向莫无忌见礼，尽管莫无忌这个大师兄修为在他们看来应该不如他们，不过维界长老都说了，这次是莫无忌大师兄带领，他们才加入宗门几个月，自然不能违背长老的意思。无忌，我知道你比我们只是先入门几个月而已，按照入门的顺序你的确是师兄，然而我天凡宗将来是要问鼎顶级宗门的，所以能者为长，我希望向莫殿主讨教一二，若输了，我必为莫殿主为首，奉为大师兄。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听维界的话，维界才刚刚离开，一名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便站了出来。莫无忌虽说只有御神一层，但他一入眼就看出来，这家伙应该有御神九层的修为。莫无忌心中暗叹，如果换成天凡宗原来的弟子，绝对不会有人这么说。天凡宗招收了众多新弟子进来，天凡宗的友爱也许会渐渐丢失，然后在各种权力争夺中失去最根本最宝贵的精神，这也不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如果江湖都形成不了，那就会缺少一种竞争意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莫无忌淡淡地问。他很清楚，让他带队的不是维界长老，而是庞杰师祖。庞杰师祖让他带队，他就不能让这大师兄的名头随随便便换出去，这不但会让庞杰失望，对他自己的利益也是一种损失。如果他带队，哪怕天凡宗只有一个名额能够进入神域朝，那他也有机会进去。如果他把这个带队身份让出去，那就等于将机缘拱手送人。我是主峰弟子蒲隐，请莫殿主赐教。自称蒲隐的男子走了出来，对莫无忌一抱拳，也没祭出法宝来。天凡宗重启时间不长，除了莫无忌这样拥有自己一殿的，
所有的弟子都是主峰之下，等到入宗一定的时间后，会有宗门大比，宗门大比之后，众多弟子才会分到各大神峰，由各大峰主传授技能。天凡宗峰主很少，所以这里的弟子将来很可能会和莫无忌一样成为一峰之主。蒲隐就是因为知道莫无忌也是个弟子，哪怕是峰主，身份也不会比他们高，修为和他比起来更是差得远。同时他还听说，莫无忌之所以能被选成峰主，不是因为资质，而是因为会迎宾。在蒲隐看来，迎宾都是杂役弟子干的事情，是下等人的事。天凡宗山上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，他蒲隐无论哪方面也不是区区莫无忌可比的，所以他才敢站出来挑战莫无忌的地位。在他看来，以他的资质，将来必定也是天凡宗的一峰之主。莫无忌的目光从其他的弟子身上扫了过去，平静地问道，还有谁和蒲隐师弟一样，对我是大师兄一事有所不满？听莫无忌没有半点顾忌，仍然叫自己师弟，蒲隐被气得脸色有些红胀。一名红衣女子则站出来，她抱拳说道，莫店主，我是主峰弟子淡雅，莫店主的能力我们是很钦佩的，像我天凡宗的祖师观里经营之事做得很好，我还是觉得蒲隐师兄说的对，去神域朝可不是游玩，而是竞争，蒲隐师兄御神九层，我觉得更有把握一些。淡雅很是漂亮，说起话来清脆动听，修为更是不弱，目前是御神八层。淡雅刚刚说完，就再次有人站了出来，这次是个身材矮胖的家伙，御神五层之境，他也是笑眯眯的一抱拳，我是主峰弟子焦向奇，莫殿主，我也认为蒲隐师兄的话很对，正如淡雅师姐所说，我们不是去玩啊。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继续收听由小编 C 和捏水笑为您播讲的不朽凡人下一集。